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nda， 又是一周平安的过去，感谢飞天小女警的努力。新角色释出了，上次没抽到谢罗，看这次能不能欧到个王女。第一抽，不意外。第二抽，有戏哦，碎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老样子，来看本周的 BOSS 情报。BOSS 会不定时 debuff 我方，或者 buff 自己。上场时用饰品调整一下即可。那这次不啰嗦，用抽到的王女应战吧。非洲人捡到枪，我还拿棒锤，搭配 MVP 达斯特更换用暗刺，武器以精彩高强化为主，饰品就直接上雷抗耳环了，毫无悬念的一场，相信各位都可以轻松应战了。原来坚持久了也是会歪出些奇迹啊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冰的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